老子亚巴罕刁难你老母丑化系亚。中华民国38年，是老差嫁出广府舞台大戏《落花时节落花流》，在中华民国39年拍成影画戏，改能左右老马马思曾做男主角柳青华。收尾，中华民国47年六流星唱片个史。差哥老马都已经翻搞咗省城头共，唯有揾坤班嗰个戏迷情人任姐嚟执耳摊啦。小兵个角色就一直都系由余老丽嚟做翻。饭菜汁俾乞衣仔食下啦。见咗你，原来你跪喺街边嚟卖仔，仲挂住个牌，写明卖仔养夫。点解你咁狼心狗肺啊？啊！一个人边个冇天良、冇天性噶？我忍心在街前卖仔，无非为着你医药问题咋？啊！我女儿要识话硬贵。心里热情去慰藉，一句句天上天的声，岂可以做
人家浪为我惨比见头的爱呀红爱呀风落花蝶蝶春花变花落春啊今在街闹，我拜小兵，点解你卖自己个仔，都唔舍得卖我个衰老婆个女啊？吓，卖女？人啊
果唔卖咗阿仔啊，连埋佢都饿死埋啊！剑华，小兵，我真系怪错你咯。妻你情可贵啊，不愧是伤心何人放言